鸡碎个冰啊，这个冰用绞肉机碎之前呢，大家要用那个擀面杖给它砸一下，这样的话更省绞肉机，省机器。盖上盖子，下面这个是这个电机，扣上。上面不是有一个绞肉，要绞菜吗？咱们摁绞肉，3秒停一下。好了吧，现在。现在打开看一下啊，我也不知道好没好，咱们看看。哇塞，看看，好碎呀，应该是棉的。咱现在去吃它。